even if a new Japan is now arising, Japanese treachery at Pearl Harbor will not be forgotten.特别需要关注的是，五眼联盟是全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。一个情报组织现在以打击网络犯罪为由，公开要求电信企业在产品中安装后门。其真实目的到底是打击犯罪，还是搜集情报？这是一个需要他们回答的问题。考虑到五眼联盟中，美国曾在全球范围实施大规模、无差别的网络监控，国际社会有理由对五眼联盟的真实意图保持警惕。